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关于泰语的声调吧。我们泰语的声调有五个声调，那么我们来看在第一的声调吧。我们的第一的声调就是中调，中调，我们第一的声调就像你们第一的声调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来看看在例如吧。例如就是妈，妈，妈。当我发音这个声音的时候，我的声音就像普通的，就像在中等的。然后就是第二的声调，第二的声调我们有低调，你的声音是低的，就像你汉语第三的声调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来看例如吧，例如就是马，马，马，你的声音是低的，就像你的第三的声调。然后我们来看在第三的声调吧，我们第三的声调就是降调，降调就是你的声音是高，然后是低的。例如就是骂，骂，骂，好像你们的汉语第四的声调吧，骂，骂。好好的，那么我们来看在第四的声调吧。我们第四的声调就是高调，你的声音是很高很高的。比如说就是马马马，你的声音是高的。然后是最后的声调了，最后的声调是升调还是上升？你们的声音是低，然后是高。好的，比如说就是马。马马，这个声调就像在汉语第二的声调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在这里的生词吧。这里的生词是为了练习泰语的声调。好的，来看在中调吧。第一就是妈妈妈的意思就是来。下一个还有在在在的意思就是心。下一个还有。嘟嘟嘟的意思就是看，下一个坤坤坤的意思就是人。好的，然后是低调，看一看吧，咋咋咋，你的声音是低的，咋咋的意思就是将要。下一个冷的意思就是一，下一个。gap ga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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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意思就是跟跟，下一个得得得得的意思就是淡淡。好的，下一个是降调，你们的声音是高，然后是低的。第一就是麦麦麦麦的意思就是不不，下一个 shop。shop 的意思是喜欢喜欢，下一个还有哈哈哈哈的意思就是五，下一个还有靠的意思就是米饭，下一个还有高调高调，你的声音是高的，第一就是南南。南的意思就是水，下一个如的意思就是知道，下一个还有埋的意思就是吗吗，下一个哪的意思就是肉肉，声调，你的声音是低，然后是高的，第一就是母。母母母的意思就是猪猪，下一个桥桥桥的意思就是绿色绿色，下一个牛牛牛的意思就是二二，下一个水的意思就是漂亮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的视频就是结束了，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谢谢。